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跟大家介绍 Dragmus 这款包包。这款包包是以牛仔丹宁，然后浅色系制作而成的。然后它有一个长背带跟一个短背带。短背带的话就是，可以单肩背，然后在侧背带的话可以斜挎背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内里，就它整个都是丹宁制成，然后配上银色的 logo。然后内里的话有一个空间，一个小内分层可以装卡片，然后一整个这样大内层。然后磁吸扣的部分是以这种磁吸式的方式制成的。然后后面这边还可以塞那种悠游卡之类的，可以放在这个地方。这款包的话现在的价格也是很非常的好，是折扣，然后我们多留下来在台湾的现货，有兴趣的朋友都还可以追加哦。